看一看这里这些美丽的大天鹅，每年都是万里迢迢不惜辛苦的来荣成悦动度假，是因为我们荣成的人对它好，我们的生态环境好，我们的城市因为天鹅而美丽，也因为天鹅而光荣。荣成是一个海洋城市，大海赋予了荣成人陈皮友善、海纳百川的性格，我们始终敞开像大海一样的胸怀，欢迎世界各地的朋友。